感觉吗？你家农啊，肯定可能有。这是在安徽亳州，男子答非所问，连一旁的媳妇儿也看不下去了，连连告诉交警，他喝了，喝了。肯定喝了。抽个烟，先抽个烟。喝了。吹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，这名男子体内酒精含量为79.1毫克每100毫升，属于饮酒驾驶。男子说，今天是老丈人过生日，就喝了酒。因为天气冷，怕冻着家人，想着又是晚上了，男子就抱着侥幸心理自己开车上路了。最终交警对其处以1500块钱罚款，驾驶证记12分，暂扣6个月的处罚。因为他的驾驶证是 B2 驾驶证，将降级为 C1 驾驶证。